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一款游戏呢，它是一款在酒吧里面打僵尸的游戏。所以我觉得还蛮不理解，就是为什么在酒吧里面遇到僵尸不赶快跑，而是在那边打僵尸。但是呢，这款游戏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爆点，好，看下去吧 ，Go！ 今天介绍这款游戏就是。对，换你来介绍好了。换你来好了。Drink or the day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哎，怎么可以这么快过来？你要喝酒，你要喝酒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大师。好，喝酒，喝酒。喝酒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喝酒，金曲奖没戏。金曲奖刚过，拿这个电吉他打还不错，比较有快感哦。对对对。其实这个僵尸还蛮恶心的哦。哎，他太快来了。掉了，掉了。他冲得太快了。对啊，哎，又掉了，又掉了。快喝酒，快喝酒。喝酒，这什么游戏啊？为什么要边喝酒边打僵尸？他不是说了吗？你喝酒才不会被感染啊！可是我是不懂，为什么僵尸啊一定要待在酒吧，就赶快跑就好了、啊。我觉得这一片在后置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打上黑白字，因为他的那个血有点红，对不对？其实这边蛮血腥的啊！开关了，好了。其实我有点累，算了。就挂。太累了，他们来太快了。咦，吉他欸，这不就我刚用的吗？今天又跑去地球了，不是吗？哦，对的。对啊，我今天又跑去地球了。我觉得啊，这个应该会有很多人啊，干嘛你知道吗？怎样？自杀。为什么你们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们再看一次。哦。哦对，这就是我说为什么大家都会去自杀的原因。哎、欸，你看下面一点好不好啊？哦。对没？这样。啊。嘿、hey. ，这款游戏其实还蛮便宜的，才61块吧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是一款小品的僵尸游戏。你有看到绿色的点点吗？有啊，那是你的头吧？没错。对吧？那这款游戏就在这个大内内护士的身边介绍到这边啦、啊。他眼睛其实还蛮可怕的。他搞不好也是僵尸啊，而且他一直盯着你耶。对啊，好恶心哦。可是他刚那个蹲下来的时候又很好看。看他的内内就好。好啦，啊、这款游戏就到这边啦，拜拜。拜拜。这款游戏就到这边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帮我们跟订阅，或是上我们粉丝专页帮我们一个赞哦。如果你有任何想要看到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。See you later. Bye-bye.